守防守，喂，抄球抄球，抄球抄球，黄队快走快，走你姐你全部了，哎不是，哎头晕了头晕，不要全部人都过去啊，不要全部人过去，假动作就是要再假一点，再假一点。他们两个。暂停时间。拿扇子遮他们的脸，啊！犯规呀！犯规啊！不要打人就好了。记得啊，是不能用手去碰，除了守门员。那我们要请出一位守门员。那么我们尽量小朋友尽量把这样做。大球要用手丢进来。好，除非是用脚球开脚球，但田一林当然很危险，他也不太。但变出去可以开脚球，其他都是用手丢。好，很简单，我们只学两个观念。可以开始了。来，准备带给他。好，我们是打，我说好，谢谢杨。
干部。好痛。天敌地来人地好可爱。哪里可爱？真小可爱。但是，哎呀妈，受伤的小妹妹。受伤的小妹妹。快起来啦！受伤的小妹妹。不是了，纱布啊！哎、欸，来一个会的，来一个。好，那好。他跌倒了，对。好，要移动脚步，让他不能让他用手臂怎么样顺势回来，这样才不会受，顺势才不会受伤。不是不用练啊，只是它是一个惯性，要顺着它的惯性。接着，像足球哈、哦，足球我们今天在学两三个重点，第一个一定不可以用手碰。你只要手碰到，除了球，除了守门员可以用手碰之外，其他人都不可以用手碰。如果你手碰到，就算是别人踢过去，你手挡到，啊，你没有去闪开来的话，那都算是用手碰到。手碰到的话，就必须在原地发自由球，啊，只有守门员可以用手丢。第二个，你球只要踢出去，就是别人的球，别人的球丢进来的时候，必须用双手过肩，这样子丢。